怎么说呢？老师那个衣服摸里面呢，老兵都是长老师傅在穿的。要是新手，要是搞得别人想听见他就在那，肯定他不会。一下冲，那是质量上肯定还是有差距。他们别唱歌，跟唱歌啊！阿静，我完蛋了。什么啦？哦，那个右侧出去就跑不动了。